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敏芝，我个仔咧就叫做雷子乐，英文名咧都系叫 Chilock。佢由于咧出世嘅时候咧系当年嘅冬至，咁所以咧佢一出世咧就未改到名咧，大家都会嗌佢做雷冬至嘅。B B， 你叫做咩名字啊？乐乐点讲啊？乐乐啊？乐乐啊？你叫做雷子乐，你讲啊？乐乐啊？系啊。如果你问我要讲三样最难忘的事跟我的仔，其实基本上是不够的，一定是这两年里面是每一个画面都很难忘。最难忘就是刚刚出世，即是怀胎那么久生他出来，那他是第一下即是在肚子即是出来的时候那个喊声，我是每一次都打冷震的，即是很感动的意思，即是很震撼的这个。第二件事呢就是他懂得叫爸爸妈妈，因为真的很开心，你看到我已经即是眼湿湿，即是好像很成功的，哇为什么你会叫可以叫还要叫我先的耶、yeah! 第三件事最深刻就是最近他患了这个刚刚上两个礼拜他就有这个甲型流感中了招。这个是最恐怖的一件事，因为不停发高烧是40度，即是比药他吃都退不到。做阿妈的是真的24小时48小时几多少时都是睡不到觉的。咁好心痛，即是好想自己有事即是比晒我受，即是不想是他咯，即是好痛好痛。所以呢三件事对我来讲呢都是好深刻的。问我怎样凑小朋友呢，有什么心得呢，其实我都是一个初哥，到而家即是BB 两岁啦，我都不停问一些妈咪啊爸爸或者啲專家咧嘅意見咧，點樣可以湊小朋友？我覺得耐性好緊要 ，EQ 好緊要。尤其是我個係仔，真係好 active。基本上你冇精力唔得啦，即係你要夠瞓啦，同埋我哋一定要身體健康啦，千祈唔好病，因為我哋病又照顧唔到佢，又會傳染俾佢。咁同埋要無時無刻都要諗啲新鮮嘢，即係去發掘一啲嘢，令到個小朋友咧係唔會好悶啊，即係會有興趣去學啊。咁基本上呢而家係有咗个小朋友之后呢，我都喺度學習緊點樣做一个媽咪。你问我算唔算係一个真係好叻嘅媽咪，我唔係囉，我真係喺度，即係我觉得平时我去管理生意呀，管理自己嘅事业呢，我都好似觉得好熟習啦，好容易去 handle， 但係原来我要去管理一个小朋友，由一张白纸到去长大即是成人，其实是非常之艰辛，亦都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对妈咪爸爸来说。所以呢我会努力的，我会做一个好妈妈，